12月31日晚，郭德纲在京举行《我叫郭德纲》2013年跨年演出。演出当晚，老郭的儿子郭麒麟首当其冲，率先出场为观众送上欢乐。小麒麟的演出可谓精湛，由此看得出有其父必有其子，父子二人皆是幽默可爱。没找着对象。是啊。因为什么呀？什么原因？晚上得演出。还真是。赶到2、3、4、5啊，人家姑娘下了班了。对。晚上8、9点钟打一听，哎，杨子祥，咱出来咱玩去呀。嗯。去不了。为什么呢？有演出。哦，我们工作。等我们演完出了啊，夜里11点、12点了。哎呀，人姑娘又上班去了。哈哈哈哈，您先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行，您等会儿，您别说，为他着急，别着急了。哎，这姑娘怎么晚上12点上班去？此外，郭德纲的演出也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爱戴，除送鲜花外，更有美女送上香吻，而于谦也不甘示弱，跑到台下被人接吻，谁料吻他的是一位男士。